天哪，出车祸了！前面出车祸了，要慢点哦。现在这边这是下雾，到沟里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我现在是在天宝口岸，你们看对面就是，这里是越南，如果要过去的话，需要办什么证件我也不知道，没有去过。这边是咱们中国，这里是界碑261。我一路过来经过了好多界碑啊，从广西东西那个地方开始，这个水太绿了，感觉要下雨了。这个雾黑云黑乎乎的压过来了。中国天宝欢迎您，这里是联检楼，然后我昨天晚上的车停在那边的一个停车场。今天从天宝口岸往元阳方向走，元阳梯田在这里加油，前面有个大车没加到92的，现在稍微遇到一个加油站我都会把油给加满，没有安全感。229国道的话加油站比较少，随时都要保证那个油箱里面有油哈。很舒服这边的天气，这边天上都是有雾，山上都有雾。天哪天哪，出车祸了，前面出车祸了，要慢点哦。现在这边这是下雾，哇塞，哇，到沟里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这边就是货车太多了。山上那是啥吗？是什么呀？那是火龙果吗？山上那个是火龙果吗？哇，火龙果，从来没有见过火龙果长什么样，好多火龙果呀。哇塞，得注意安全了，稍不注意就掉沟里了。这很大的雾，也不是下雨，它就是起雾。这边我感觉我在雾里开车，这路对面来个车我都看不见，太大的雾了吧。天哪，我感觉我在云里面，云里雾里的。这个路如果骑自行车一定要小心哦。这边我发现了一个寨子，叫做冬瓜大寨。这不是我东东爸的寨子吗？我终于找到了东东爸，给你找到了你的大寨。我给你正面看一下哈。哇，这边有点冷嘞，就是在起雾，感觉像下雨，感觉又像在起雾。冬瓜大寨，然后那边就是，然后还有冬瓜小寨。哇塞，种的花花哦，哇，这个寨子很漂亮耶，地里都是玉米，种的那个是牛皮菜，然后这个是小玉米，这个是大玉米，那个寨子就是冬瓜大寨，然后一条路，嘿嘿嘿，又碰到了这个，继续行驶2.4，又碰到这个枫叶了，好长啊，这个是怎么过的呀？我的妈呀，简直不敢相信啊，这个这么长，至少得30-40米吧。